委屈了都啊！哎呀妈妈妈，你想吃也不能偷啊！啊，那不行啊！来吧，就给你吃一块啊！来吧，啊，坐这坐这吧，坐这等着吧。准备拿家的。太好榴莲了，我给你来一块，香不香？太香了，吃的。吃的自己直叫，也好吃了，就这样告诉你好吃了，高兴了。嗯，你看跟你说话呢还。亲我一下吧，亲一下。哎呀，真亲嘴了。嗯。